你看，黄宝琴，你的是兔子，姐姐是兔子，然后弟弟是摸那个蜘蛛。那这个是玩具蜘蛛，当然不会动啊，只是你没有东西摸，你就先抱这个蜘蛛就好了，它也有毛可以让。我要摸姐姐的。哦。这个是耳朵，弟弟，你不行被它挖耳朵，因为它耳朵是这里。你不行摸呀，要轻轻温柔的。它的尾巴的脚面，这是乖乖呀。它嘴巴的下面，毛茸茸哎，毛茸茸。对啊，这个是毛茸茸小兔兔啊。它来的时候好小只哦，现在被你们养得好肥好大只哦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送爸爸，你知道这个花几块吗？花几块钱？这个没有花，这是送的。谁送的？谁送给你？有阿姨送的。送给你养的啊？对。一定是你很有爱心，所以那个阿姨才送给你养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弟弟，那你们要好好爱她哦。弟弟，你在做什么？他叫小白白，对，小白白。我说弟弟，你在做什么？